啊，那我们相信本宗典籍，如果你用十年功夫，你就有余力涉猎其他的经教，来扩充经宗教义的影响力。涉猎广了，旁征博引呐，辩才无碍啊！你接触现代社会，芸芸众生，不能没有说服力啊！要有这个说，这个具足说服力的话，啊，佛教本宗的教，这个不是讲我们一个宗了，啊，佛教的教义，各个宗派的教义，还要涉及到世界其他各个宗教的教义。乃至于科学、哲学，啊，许许多多这些学术重要的学术理论、思想，你都要明了啊，你才能够应付得了啊，啊！但是这些你要知道，不是现在就学，现在就学的，那你就把你毁掉了。做学问要有此地。